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也是这个巴尔扫摩森音符之谜贝贝不高级乐音魔法钢琴，只不过这次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怎么辨认正版和盗版。大家眼前这个呢，其实是个盗版，它仿真度很高啊。看一下这边，甚至这个磨砺点还有这些花纹完全一样，还有背面这个喇叭也是完全一样的。看一下，看清楚，完全一样。还有这边也有一个巴啦啦小魔星，等一下，完全一样，这边是完全一样的。看一下正面，这个呢，这个本来我是看这部动画片以后呢，觉得这些东西挺好玩的，所以准备去买一个。然后看介绍，这个很便宜，30多块的，但是买回来一看是个假货，我爸爸妈妈到网上去帮买正版的。这仿真度很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转盘呢是转不动的，转不动，只能微微这样晃。这音符键呢也取不下来的，这个四叶草盖子也是拔不下来的，这翅膀也只能微微晃一下，不能掰开来，掰都掰不开。这音符键触摸是没声音的，还有这边这个磨砺点是没法触摸触动的，还有这边。AB 模式开关根本动不了啊！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版的。正版的话是这个，看一下反面。正版这后面有个小模式，这个也有，这完全有。然后呢，这个音符这个转盘是可以转动的，音符键是可以取下来的。开关呢也是可以动的，就这样子。然后呢，还有这边四叶草盖子是可以掰下来的，然后翅膀是可以弹开的。这个呢也是有声音的，磨砺点也可以触发。对，今天教大家辨认这个东西就差不多了。好了，下期再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吧。好了，大家拜拜。